网石旗下模拟战略手机游戏新作 Grand Cross Age of Titans 在部分地区展开抢先体验，故事剧情很有异世界穿越动画的风格，被召唤出来的男女主角将活用他们的知识和能力，帮助公主驱除混沌势力的同时重建王国领地。游戏中使用了很多漫画式的过场演出剧情和讲解系统，看起来相当有趣，也可以快速了解游戏的玩法。为了恢复国家机能，我们要建造资源、征兵等各式各样的设施，其中最特别的就属泰坦机房这个设施。当泰坦机房恢复功能后，在战斗时就能够借助巨大机器人的强大力量横扫千军，把占领领土的敌人都一扫而空。领地重建到一定程度后，就可以前往世界地图，有着更丰富的资源可以采集，也可以考虑要不要和其他玩家一起联手，让国力更加兴盛。